会所里面说句：“直观无碍，故曰解脱。”直是放下，观是看破。直观没障碍，不但没有障碍，就像前面讲的水火寂寂，它相辅相成了。直帮助观，观又帮助直，啊，互相帮助啊，就解脱了。又曰：念佛三昧，能除一切烦恼，能解脱生死，故须名清净解脱三昧。一切三昧当中，三昧也是梵语啊，印度话也可以翻，这些都叫做尊重不翻啊。三翻作正，昧翻作受啊。三昧是正常的享受，也翻作正定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正常的享受啊，是定，是清净心啊，喜怒哀乐都不正常啊。为什么？心动了啊，诸佛如来啊，阿罗汉就得正受了啊。他在一切境界里头不动心了，不会受到外境的干扰，这叫正受啊。梵语称之为三昧啊。念佛三昧能除一切烦恼，我们今天念佛烦恼除不了，为什么？功夫不够啊，这句佛号没念熟啊，功效没有把它念出来啊。怎样使功效念出来的样子呢？烦恼念掉了，这就是念佛三昧的样子啊。譬如顺境善缘，人生欢喜心呐、欢喜也是情绪，也是你动了妄念呐、你被境界转了，一句阿弥陀佛，把这种欢喜心压住，恢复正常。遇到逆境，遇到恶缘，嗔恚心升起来了，怨恨心升起来了，这都是不正常。儒家用理来节制，情绪可以发作，不要太过分，这里头有分寸的，别超过，如不出六道轮回，用这个可以。佛要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六道这都不行啊。一定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。所以这一句佛号功德大了。外面境界接触了，里面七情五欲起来了，立刻用这句话压下去。这叫功夫。就是把你的精神专注在佛号上，你就不会受外面境界干扰了。这叫功夫，这叫真念佛。
啊，念到什么程度呢？念到外面境界接触也不干扰，不念佛也不干扰了，心也是平静。啊，这什么？这就叫念佛三昧，你得到了。啊，不念佛也是这样的，念佛也是这样的。啊，通通不受外境干扰。要练习啊！啊，《论语》里第一句话了：“学而时习之。”啊，习就是要在生活上练习，要练这个功夫。啊，我们虽然学，不知道习。啊，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上，这一句佛号没用上。啊，还是让我们情绪不断的发作。啊，每一天依旧生活在七情五欲的世界，这什么世界呢？这是轮回的世界。啊，每一天七情五欲往外面透，这个心叫轮回心呐。轮回心所造一切业都是轮回业，啊，念佛也是轮回业，啊，念佛是轮回里面的善业。来生得福报，不能断烦恼，不能解脱。这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那由此我们可知道，所以修行，我们实在讲呢，只有在学佛，没有修行。修是修正啊，修理啊，行是行为啊，起心动念是意业的行为，言语是口业的行为，身体动作是身业的行为啊。我们天天学佛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跟我们所学的没有对上啊。两回事情都不是一回事情啊。这就是什么？学而不习。啊，学而不修啊。论语上讲那个习，跟我们佛门讲修是一个意思。啊，我们天天在学学，没有修啊。我们这些烦恼习气没把它修正过来。啊，这说功夫不得力，谈不上功夫，没有功夫嘛。没有用功嘛。哪来的功夫呢？学了真干，那就叫功夫。啊，你比如说你真干了。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真的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住。啊，才压住怎么样呢？它又起来了。好像总是压不住，嗯，这是你在做了。不是压不住，你的功夫啊还不得力。烦恼习气的力量比你念佛的力量大，你压不过它。你要努力，认真去干，天天干。啊，时时刻刻提起来，马上就干。三年五载，大概在念佛一个小时当中，还有三五个妄念，功夫慢慢得力了。啊，念上个五年六年，进念佛堂念一支香，一个半钟点，一个妄念没有。那叫功夫得力了，
还不叫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是不念佛的时候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外面所有境界，你看到啊，都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是三昧。啊，三昧成就了啊，往生就成就了。啊，得念佛三昧的人，随时走，阿弥陀佛随时来接引你。你念头只一想，佛来接引我，佛就来了。啊，不要怕，十万亿佛国土的聚力。我们这念头才起，佛已经知道了。啊，佛为什么来见你？因为你对这个世界一无所求，一无所念了，他就来了。我们今天求佛，啊，求佛来接引，佛为什么不来？我们对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牵挂，很多没放下的。啊，佛要是真来了，我们还不想去，那佛也不好意思了。啊，所以佛不来呀，你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真的他就真来呀，你是假的，他不来。啊，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